出奇迹。果罚今天要证明那些年吃过的粮食没有浪费。再来一轮，都有机会，挺好玩的。来吧，哎，热巴的手不得了，男生先吧，肯定是我呀，第一个。啊，帽子给小小迪，没事，都一样。一会儿陈哥过来要打，那就完了。哎，还有看的呢。原本他肯定也想打你。哇！哈可以这样吗？可以，他猜对了呀。他的力量完全是你们想象不到的，这完全不像个女生所能展现出来的，非常棒，这种技术那种真的厉害，没有，但可能以后不太能嫁得出去了。